心。Hello， 你在哪里？你在路上吧？哦，对，我是，没有。你在家里？家里，我在家里。也太快了吧！你用冲的？对啊。对啊。Hello。刚是飙回来。Hello。来，便便粉丝，快点去跟便便打招呼。嗨。今天换我来给你串门子。耶耶耶！嗨。立刻给我冲冲冲！对，哎、欸，可是我刚，可是立刻真的很久没有一起出现，对，很久没有一起聊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刚刚没有听到，我刚漏了。哦，半小时啊 ，OK， 好，我刚漏听了半个。OK， 好，反正呢，就是我们刚刚讲到。我们刚刚就是讲到说，就有粉丝问我说未来的工作规划，然后我就说，嗯，最近应该会拍写真，那他们就会很好奇说，哎、欸，拍写真到底是跟谁呢？你要拍写真哦？对啊，我也要拍写真，怎么那么巧？对啊，你也要拍吗？哎、欸，我刚好也要拍写，真的吗？对，我也要拍，我上礼拜也说我要拍，真的哦，哦，好巧哦，好巧哦。Give me five, give me five。很尬你。天哪、啊，我们是哦哦，我们是要一起拍写真吗？是吗？现在再来找冷笑话，找冷笑话，来冷笑话 PK 大赛。冷笑话，那个就どうもで啊，こんにちは。大家有跟到上礼拜便便的直播吗？哦，我跟你讲，冷笑话在冠军还是袁妈当之无愧，真的，袁妈当之无愧。欢迎你，再见。Hello， 各位。Hello， 不。不行的夜是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便便在干嘛？有人在问便便在干嘛？看大家想要我们干嘛？哦，他在搜寻大家。我卡，我声音卡。对啊，你好像有点卡，有点卡顿。我有点卡吗？好像是哎、欸。好是哦。等等。那我连 WiFi 一下。好哦，好哦。有人说便便键盘键不是那么好。这样有卡吗？这样还好，现在还好。真的、哦，袁妈也是卡哦。对，袁妈那天是手机没电吧？放天音，嘿、hey ，是，你赶快放甜蜜蜜啊！你放甜蜜蜜一起唱。对啊，我们现在是什么？哦、oh ，去想起。暖在梦里，梦里梦里见过你，甜蜜一笑的甜蜜。哇，你好像很卡哎、欸，你现在有点变成那个。哦，是哦。马赛克，对啊。哪里？你哪里见过你？变形了，变形了，真的假的？很卡吗？我们检查一下，是不是我们带出了差错呢？那在梦里，怎样？我一唱歌就卡，什么意思？你也卡了，对啊。哪里见过你？谢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大家的礼物。哪里见过你？啊啊！对不起啦，对不起啦，我不想要按到，没有，没有了，没有。在哪里见过你？等一下，这个，哎，等一下，我不想。好吗？我不小心，我不小心翻转了，怎么办？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哦，对不起，我不小心按到转向了啊！有点，现在有点手足无措。
风雪梦里梦。Hello， 大家有什么问题啊？有人在跟你打招呼，有人说看见美女哥哥了。你，嗨，低调美女哥，美女哥哥，美女哥就是威力啊，因为她长得很漂亮。大家、啊，对啊，她还会跳舞。哎、欸，听到这首歌就好怀念那时候去杭州的时候。是成都吧？成都的饭店里面一直在放这。啊，对对对，成都是。你怎么跟我妈认识？是成都吧？我们那时候不是在成都的那个饭店，然后他在放那个，那首歌叫做什么啊？这边哦，何日君再来是不是啊？还是只是一首那个，我有点忘记了，反正就是。人故事多，你要什么东西？哎，你真的好卡，好搞音，我很卡吗？对啊，你有点卡。哦，真的。嗯，有人问说，彬彬最近有在打什么游戏吗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你有在打什么游戏吗？嗯，最近刚去买那个《恶灵古堡三》。有人问说，你没有玩动物森友会吗？没有玩呢、欸，我是打那个 PS4。哦 ，PS4。哦，哎呀，那个好玩吗？就是打怪，然后杀敌人这样子。没有没有，他是那种射击游戏，然后杀僵尸的。哦，射击游戏，我刚刚有点听错了。不是射击游戏，不是。不要乱说话哦。我变身要一起去骑车吗？要一起去骑车吗？你说拍？哎、欸，可以啊。可以啊，可以、啊。你要不要去骑？好啊。那你要不要请那个美女哥哥帮你购入一台脚踏车？哎、欸，对啊，哎、欸，那个美女哥哥有没有要帮我们购入一台脚踏车？还是骑斜力车？斜力车这样子。Yeah. 奇怪，那首歌叫那首歌？你说在成都饭店里的那首歌吗？好像是一个诗词，它是一个诗词，但我有点忘记那首诗叫什么诗了。是哪一首歌啊？哦，《独上西楼》是不是啊？来听一下。所以你等一下会唱歌吗？没有哎、欸。所以你等一下要唱那个什么红桃姐姐吗？蛮。还是独上西楼？有人说今天有机会连麦吗？应该后面一点。今天有机。对，待命、欸。对啊，你可以跟九千里共婵娟。有人要连麦吗？好，我们后面一点的时间，因为我们有排时程嘛，然后我们后面一点的时间会给粉丝 call in 进来，会有、哦、会有、哦、会有、哦，大家再稍等一下。哎，有了，我找到了。嗯哼。就是说。是什么？什么？是这个啊，是这个、啊。对，这首叫什么？这首歌叫《但愿人长久》。哦，《但愿人长久》，对，好像是这个。我们那时候饭店只要这样一推进去，然后他们那个饭店里面就这样一直放这首歌，一直放这首歌。
千里共婵娟。对 ，yes yes， 这是属于一个成都的回忆。我平常玩手游，平常就玩那个啊，就是玩那个手机的那个叫什么《传说对决》。对啊，有人要跟我一起玩吗？高音对决，什么意思？你们可不可以高音对决？怎么跟元妈认识的？对，有一个人，你先说你怎么跟元妈认识的？我跟妈就是一起去打拳击认识的。哦，一起去打拳击。对啊，嗯，我跟她是在。好，你说。我跟他是在美女哥哥的店认识的，就那时候他们来好像来配衣服吧，对，然后那个时候就刚好就也在，然后就认识了，因为我们原本就知道就是那一天的演员，就是大概有几个我们都知道，然后我们就你不是那个袁妈？对啊，串联全场，没错，我跟你讲，他真的是很强，顺便来玩王者荣耀。我今天那个表情好笑，这什么表情啊？什么表情啊？边边，你这什么表情？哦，雪底下那个小孩吗？哦，哎，叫粉丝截图，对，很好。好，可以，粉丝请截图。那你要不要一起？我这个是什么？但是卡，我说你可以学便便的那个，那个。好。要啦，我卡掉，刚刚是这样子。有人说需要你可以根据制作人士，可是你不是也认识的？对，超白痴。之前有遇过俊智，对，俊智真的好瘦哦，他真的好瘦。对，他是在做那个什么雕刻美术。对啊，对啊。我记得他好像是读什么实践，是不是？好像是读实践。我记得他那个不是前几天不是有陶艺那个对啊，他们不是有那个、啊、哦台艺要 sorry、然后他不是有办那个壁纸吗？嗯，很强哎、欸。哦，工艺好强哦。他也是今年毕业吗？那他是不是跟我一样大？好像他跟我一样大。哎、欸，对，你们两个同年呢、欸。对啊，嗯。怎么跟夏恩夏德认识？哦，夏恩夏德是因为去年去参加那个 History Party 的时候认识的。History Party， 对，那个时候反正就是刚好有邀请他们双胞胎兄弟来，96年的、哦，96年，那为什么他也跟我同一年毕业？嗯，他比我大一岁，为什么他跟我同一年毕业？哦，大我两岁吗？最近有没有跟陈阳联络？哦，我们一直都那个、啊，我们一直都有在联络啊。哦，有人叫你要亲一口，亲什么？亲一口，亲一口，亲谁？亲谁？哎、欸，其实真的，你不觉得很怀念那个时候吗？刚刚有，就是对啊，刚刚有就是刚有回答，一个人在。如果圈套的范围可以讲太多。对啊，蛮怀念那个时候当初那种感觉。哎，刚刚有人问说，他说如果圈套要拍番外片，就立刻要加拍戏份的话，你会想要多拍什么？如果立刻要多拍哦，对，你会想要就是拍什么样的场景，拍什么样的感觉？我觉得嘉玲那边再多拍一点，我觉得嘉玲那边少，嘉玲那边有点少。然后我们在一起烤肉是吗？情绪可以再多酝酿，对，就是那种哦，好像是酝酿一点，对啊，嗯哼，对啊，
我觉得不然，或者是说要不要拍个鬼屋？鬼屋，鬼屋，对，就啊那种。那应该是我吓你吧？哦，是吗？好哦，你应该吓不到我。好啦好啦，那我继续当观众咯。好哦好哦，那我就先下咯。那你等一下看你要、哦、要你要 Q 我。OK OK， 好哦，大家跟便便说 bye. Say goodbye， 拜拜。好，要喝。Yes， OK OK， 便便下播了。OK，接下来我们去回答粉丝的问题。好。